大小哥不好了，白鹿晕倒了！快，快，坐我的车，后面宽敞。快！等一下，小心，小心！去我的实验室，跟着我的车，快！大小哥，车钥匙。 江医生，白鹿和小夫妻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看来之前，胎儿和白鹿只是短暂的和平共处。我把白鹿放在冷冻室里，就是想让它和胎儿体内的修复酶都陷入休眠状态，减少相互排异。那现在怎么样？ 你和田静止是不是因为车祸交换过血液，才有了共生关系？如果田静止去世的话，我的心脏也会停止跳动一段时间。胎儿移植到了白鹿身体里以后，他们俩也有这种关系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在来的路上，胎儿就停止了心跳。 上给白鹿再做一次手术，将死胎取出来。
在想什么？梦。这三个月过得真像一场梦啊！原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结果小福星来了，你来了，云真来了。 白露和江医生也来了，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，犹豫着，又期待着，难受着，又开心着，热热闹闹的，感觉不是过了三个月。 而是过了三十年，现在小福星走了，白露他们离开了，云真也消失了，热热闹闹变成了空空荡荡。 像是梦，一点点瓦解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你也会离开，就好像你从来没有回来过一样。田静之。 这不是一场梦，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，都有他的使命。因为小福星，我重新回到了你身边。因为云真，你认识了叶美笑。因为白露，我们体验了。 初为人父人母的幸福，热热闹闹终会过去，平静安稳的一生，才是我希望你拥有的。 小福星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走了，变成了星星。
天使。天晴池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变成了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总担心着某一天我会再离开。在你身边待一辈子，照顾你一辈子。